昨天晚上大概是3点多吧，家里面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狗事件啊，就是他们这个里面啊，那惨叫声啊，真的是让我听了都瘆得慌啊，小黑的叫声啊，然后大概6点钟的时候，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啊，同样的，还是小黑的叫声。昨天3点多发生的时候，当时我都以为我在做梦啊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说这大半夜的对吧，怎么就会打起来了呢？当时我出来之后啊，真的把我给气的呀，大家知道吗？那种心情啊，冻得要死啊，真的全身上下也没穿衣服，大家知道睡觉对不对？我冻得要死，我出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，对不对？在里面打得特厉害啊，我当时气的直接就顺手把那个对吧，把这个衣架都给丢了过来啊，顺手把那个衣架这个都丢过来，这个、衣架也坏掉了，大家看到没？就这两天啊，这两天就发现啊，这些狗是咋回事儿，我就不太明白啊，是到发情期了还是咋回事儿啊？具体我也没看清楚，3点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打了小黑啊，6点多的时候我是看清楚了，是小花把小黑按在地上摩擦。就是那个狗，就是他把小黑按在这里，在这里面啊，他把小黑按在地上摩擦啊，那小黑的叫声啊，那可是是这么叫的啊，这么叫好像意思表达出来的意思好像说是这个你怎么欺负我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是笨笨他俩打架的话，声音绝对不是这样的，声音肯定是小黑要奋起直追的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就不太理解啊，你看现在被打完之后啊，小花还不知道发生了啥啊，你是不是揍那个6点多，你是不是揍那个谁的啊？你在为真凶残啊，你告诉我啊，我有点生气了，3点多是不是也是你打他的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很想教育教育呢啊，脑袋瓜咋想的呀？滚笨笨。你咬他干啥了呀？3点多不睡觉了？找死的都是，不过日子了？是不是不过日子了？我3点多没看清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。咱6点多看清了是你，你给他系到墙角，你搁这咬他的。你咬他干啥了？我想问你，他犯啥错了？你告诉我他犯啥错了？你叫我谁也不好好谁啊，光叫我跟那做噩梦呢。小黑招你惹你了，平常还是跟着你混呢，还是你的小弟，你叫他干啥了呀？你这狗子有点噎到我才发现你啊。大家可以看他的胡子这边啊，这胡子都乱了啊，这不是我冤枉他，这蛛丝马迹都出来了啊。大家看他的胡子是不是都乱了啊？可见那个咬架之凶猛啊。笨笨你给我回来，笨笨不要跟人给我乱跑，我还没有发现是不是你的，我跟你说。3点多因为天太黑了，我属实是看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，那都会搭起来，但其中有一个惨叫声就是小黑的，我知道。我现在真是那非得气死我，非得冻死我出来，是不是？冻死我出来给那拉筋儿，是不是？不睡觉是不是？不睡觉，要不然都别睡了，出去睡去吧。家里睡着被子啊，睡到这里太舒服了，是不是啊？有被子睡着太美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是受害者，我再给你讨回公道，知道吧，小黑？你这狗给你做了绝育的，还真猛啊你！不用出去吧，去，来来来，走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吧，这家容不下你了，去吧，出去吧，
去吧，出去吧，去吧，出去吧，去吧，出去吧。你不是看好出去，出去吧，去吧，出去流浪去吧，去吧。那小黑也是心球，他咬你，你还跟他摘到一块儿。能陪我一会儿去吧，陪我一会儿。半夜三更打劲儿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吵死了。还想着谁？想着家里发生命案了嘞？杀人了还是杀狗了？你叫人家咋想啊？不过生活了，破罐子破摔了，准备？我现在想给你扔出去，小辉，知道了吧？我要你出去体验体验外头的流浪的生活，再要你回想回想你以前咋流浪的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哈？而我挑逗的，不到仨钟头能连着打两回劲儿。唉，气死我！这没用了，送给你了。长记性吧，我给你放你那溜了，好好长长记性。我不知道三点多有没有你参与，朋友们。我说是你要小黑还是他要小黑？都过老实点，对不对？我吃饭的时候打打闹闹吧，我能理解，为了一口吃的，对不对？吃饭时间底下还记仇的，都生活了三年了，能啥给这里头？没点成事，天天非得冻死我，那才高兴，是不是？叫阿飞冻死了，对不对？能自给自足，对不对？真是个你那油，那笨笨那油，我都不敢有一点好脸色，蹬鼻子上瘾。那真的六点多的时候，我是看到啊，那小花真的是把这个小黑按在这儿摩擦，真的咬的小黑都哭爹喊娘的那种，真的是我是看不下去啊，真的，我决定要对小花进行一定的管理啊。因为之前一直这个给笨笨也上狗绳，给小黑也上，对不对？虽然中间过程比较曲折，对不对？最后还是成功了啊。但是小花这个狗始终它是，对吧？不上狗绳啊，不上狗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要给它上上去了啊，不能由着它的心意啊。我慢慢要给它一点教训啊，要给它一点教育啊，就是这样。小黑，你是皮糙肉厚，我也不想说你啥，我是给你主持公道的。你还跟他贴真紧，来过来，滚！来过来，小黑滚！叫小黑过来的，过来！还得我进去。你是受欺负的一方，对不对？我给你讨公道。对不对？我也给我自己讨个公道，对不对？你看清他，知道了吧？他不是恁大哥，我是恁大哥，好不好？跟着我混，知道吗？我才能罩你。哪天小花咬死你，你都不知道你咋死的。气死我！你这狗。本来给你带上，你带满脸的不可思议，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。知道吧？看你啥表现，我给你带。现在给这个小花把他这个狗绳啊，给他带上了啊。他现在心里面还是满脸不可思议啊，他估计非常的不适应啊，不适应也得适应，对不对？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，对不对？
天天犯了错啊，不受惩罚，对不对？那人犯了错还要住进去呢，对不对？这家伙犯了错就得给点惩罚啊。告诉你，给你上勾兽，今天给你上这个项圈，明天就给你上狗绳，你要不配合，咱得想办法治治你了，知道吧？我都不信不会叫你拿星子给你盖过来，你都不会变得像个狗跟着地下着呀，对不对？恩怨分明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给我二国使心眼，我跟你说，有时候真是看你装可怜，你二国很二国装可怜的你。真正可怜的其实是这家伙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只不过是小黑这个狗不太引人注目啊，喜欢他的粉丝也不多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为笨笨鸣不平，也会为小花鸣不平，但是很少会有粉丝为这个谁啊，很少粉丝会为这个小黑鸣不平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真正可怜的就是小黑，没啥实力啊，爱逼逼啊，就是小黑最后被笨笨按在地上摩擦，被小花的大哥背叛啊，还被小花给背叛掉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哎呦你慢点，我的天哪，这家伙慢点慢点，哎呦疼疼疼疼疼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好，哎呀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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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蹦了别蹦了，哎呦刚才笨笨本来准备蹦一下啊，谁知道摔了一下。你也别觉得冤枉你，知道好吧？你这家伙，我跟你说，你家伙事儿可多，我那慢慢慢慢，咱俩再计算。今天就先这样，好吧？今天，然后的话，今天就准备给他们绝食一天啊，以示小惩啊，刚好可以节约一点吃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就不吃饭了啊，水管够啊，我是没看到到底是谁。现在小花有反应了啊，她脖子上有东西啊，她现在她已经开始反抗了，反抗也没用啊，反抗也没用，就是要给她戴上枷锁啊，就像孙悟空戴上这个紧箍咒一样啊，就是要给她戴上，让她慢慢去体会吧，要驯化她一点啊。